美国华裔精英非营利组织百人会在上海举办2019大中华年会集晚宴，400余位来自政界、商界、学术界等领域的精英级嘉宾齐聚一堂。华美银行董事长、总裁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应邀出席活动，并就当前热议的中美关系发表主题演讲。吴建民呼吁中美两国应缓和紧张局势，继续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合作，以此保障两国的最佳利益。吴建民表示，中美贸易争端 不仅对两地的贸易投资和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全球经济也可能因此遭受重创。 2019年上半年，中国对美出口较去年同期下降 12%， 而美国对华出口的降幅更大，达 19%。 自2016年以来，双边投资量下降了近 90%。 近期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更将全球 GDP 的增长预期下调至 3%， 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但另一方面，吴建民也指出，中国已经将经济改革提上议程，且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，包括 不断缩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范围，推行外商投资法，以保护智慧财产权，以及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的限制等。最后，吴建民在结语中敦促美国商界领袖采取行动，帮助政治领导人更好地理解如何让中美两国重回正轨，并使双边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